是美乐，我是阿丹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骑丰贵嘴阳明山这边的路线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朋友要到内湖去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北区的这边的路线来骑。在北区这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这里有很多条路线，所以如果你骑不够的话，随时可以再加码其他条路线，像是丰贵嘴啊、丰中涧啊，然后冷水坑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石洛克啊，对，石洞溪路线哦。如果是有朋友不想骑了的话，也可以到下面的石洛克喝咖啡，或者是 Seven 那边坐坐啊，都可以。所以都还蛮适合大家来这边骑的。因为我们朋友呢，最近就很喜欢加码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骑。要加码的可以加码，要休息的可以休息。对，所以这边就还蛮适合大家一起来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穿了我们的队服，第一次大家一起穿。好，很冷哈、哦。看看我这样子把这个衣服绑在这里，免得等一下太冷。给我穿、又有什么新东西啊？今天两位准备破PR的男人，耀德跟祖龙啊，你们两个等一下就直接上了，不用等我们啦、啊、真的。看人，像你可能20分钟，他可能30分钟，我可能45分钟，他们两个等一下会认真骑啊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骑，我们两个人会轻松骑。一台车一直可以认得我，是北京哎，美乐，我们先不跟你骑了，再见。对对，我帮你们打进去妹子的事情。对啊，哎，跟错团，你看这团都男的。再见再见再见。我看你怎么都是很冷的样子啊。很冷哎、欸，因为我看今天天气好像会到27度，所以我就没有穿里面的那一件可以打。没事，所以我就帮你带了这个东西。哎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今天七个人。那我们怎么都可以过10个？要先骑棕色吗？先骑简单的暖身一下。好啊，可以。要吗？手骑棕色啊，对不对？上次不是有去过一次？刚骑到一半下雨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这区真的好多妹子哦，我看你们以后都会来选这区。嗯。好地方。对。哎、欸，你们三个还在演？演员训练班的吗？中色怎么时候这么抖啊？后面那个演最凶，后面那个在储存脚力。当然啦、啊，一定要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一定要的、啊。我也不晓得哎、欸，说实在的，我不知道这里的终点在哪里。哎、欸，人家棕色十二趟就骑这啊，你等下骑不够就可以这边骑十二趟。上次我们就骑了拍照啊，哇，到了。现在我们骑完棕色了，然后我们骑3公里多，快要4，然后爬升200多。这条路我觉得它一路都缓缓的上来，很好，多热身的一条路线。然后旁边都是有一些樱花，现在就是有樱花，然后会有樱花雨飘下来，蛮美的。然后还有一些社区。还好你不是说很好骑12次的路线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这回事。为什么你们突然一阵安静啊？不要这样吓人好不好？暴风雨节宁静，我们这些表面上和平的人，后面偷吃补给。各自在盘算什么？对啊，每个人好像自己的心里在想什么东西一样。甘宁就很吵，突然就安静下来，快要到桥了。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？有溜冰了，好吃吗？你今天也要啊？我是为了要跟上你们，他就一直逼我，哦、把果胶拿出来。Hello， 哎、欸，你们都吃这个，我都没有吃。要打一针吗？是吗？打一针。我这有秘方。能量什么什么能量在嘴巴释放是怎样？虚成这样。跟你们骑哎、欸，我跟你们骑哎、欸，我们吸半支，你吸整支哎。对啊。最强的在这里。大家吃好多、哦，大家都吃很多。还敢说？我们补果胶，美乐补防晒。等一下就给你自己拍哦。嗯、我跟他们骑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枫林桥这边，我们要上山了，上这条丰贵嘴。嗯
然后他们等一下要卯足全力的往上冲，所以我现在要先上去。他们说他们要比赛破他们自己的 PR， 所以我赶快上去吧。冲啊！他们冲走了，我在这里慢慢骑，我在这里慢慢骑，不得已。你猜他们谁会先到？我猜要得货。我主龙。龙，身体看起来没有很好。对啊。我那赛马吗？啊？我赌你朋友吧。谁？你说 Marco 啊？那我们等一下看看。好了，抓到了第一只。累啊，真的好累啊！有的 HiFi 吗？下一个上来的是，哇，美乐，耶、哇，你也是很厉害、你们俩赌五百，你这是赌五百啊？我超紧张的，你不知道，五百块我现在就可以拿出来了。那你赌谁？我赌你。真的、就太看好我了。对，因为你很开心，就五百块就要给我。真的还好，还好没跟人家赌五百块，对吧？对，那完全没把你。对啊。少说有五百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可以五百赌别人，然后我们都慢慢骑。他差点要下山了。对不起，我看的都是地板。自己关着后面两个一直看地板，我没办法看其他东西。现在有20几分吗？来，猜一看多久？28、29吧。哇塞，你这么看好我们？完了吗？我看到成绩了。那个距离差最远的人要请喝麦香红茶。讲准确的，我讲28好了。30。32。你们先看你的分数。33。30有人猜过了，不行。29。好，最接近的是 Melody， 29分59秒。29:59，对。差一秒。对。好，然后阿丹终于破他的 PR 了，29:59。那我在后面慢慢骑。接下来感觉怎么样？很累啊，还是很累啊。可是他这一段也是短短的，可是有中间有很多的陡坡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上面有树荫，我觉得凉凉的比较不错。对，这里是一条很适合夏天来骑的路线。对，而且一路上都有很多车友，然后他们大家互道早安啊，加油啊，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。没有人跟我道加油，是只有跟你道加油。而且这边就是很多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这是重点。对。我们在路结尾旁边的人一直在说要吐了。好，我们下去看谁还要加满冷水坑再继续吧。然后我现在自己先来 slope 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他们还要再去棕色一趟，他们有几个人还要再去棕色一趟。然后结果今天我骑了棕色跟风柜嘴各一趟这样而已，然后他们其他人骑了棕色、风柜嘴、棕色，没有很夸张，没有很冷水坑，对，不行的，你知道男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说说而已。那我觉得这一区啊，其实非常多人问我们说，哎，我应该怎么样约我女朋友一起来加入骑脚踏车的这个活动？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区是蛮适合情侣一起来的，就是。男生呢可以自己选择说想要骑多少趟，骑哪里这样子，然后女生呢其实一开始的话可以去骑剑南山，可以去骑棕色，然后骑累了之后呢就来咖啡厅休息，就在这边等。对，然后男生骑不够的话呢就继续骑。对，但是呢身为男生一定要帮女生想好说来到咖啡厅呢能够做什么事情，对，让他们不会无聊这样子，吃东西、对，喝咖啡、或是可以有一个平板准备好，对，我觉得这边蛮适合情侣一起入坑的时候来骑。对，因为有简单比较平缓一点的路线，然后也有比较稍微陡一点的路线，然后随时要加码哪一条路线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好，拜拜。